位客官，晚上好。就是他呀。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说去看看。走。书接上回，咱们说点邪的。今天我楚凌霄要讲的，正是十年前天武与魔武那最后一场决战。大家都知道，咱这幻界大陆呢，如今在天武殿的英明领导下，那是和平昌盛。但这都是当年与魔武殿一场场血战打下来的。这魔武殿呢，不但功法邪门，而且手段极其残忍，更是为了霸占幻界大陆发起了战争。虽说是自己先上阵，可当时的魔武殿教主正是那不可一世的大魔头骷髅王。要说这骷髅王啊，那可是不得了啊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只有谁能行啊？风天晴。找死。只见大侠风天晴试了一招魂御天罚，惊天地泣鬼神呐、啊！直接灭了这窟窿王。好，说得好！楚小狗，你是不是又要说你就是风天晴的传人，将来还要继承人家的衣钵呀？白凤，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拆穿你这个连混魂力都没有，还要继承人家衣钵的废柴喽！你住嘴啊，白毛鸡！哎呀，我去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谁呀、啊？这大半夜的，让不让人睡觉的？拆房了。安保队，混蛋，不能让那个魔武间谍跑了。我就是被风天晴救下来的。你就吹吧，楚小狗。我揍死你啊，白毛鸡。儿子、又说书呢。妈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评评理。评你个鬼，给我干活去。相思而生的宿命，你回家吗？挣扎，无数次的跌倒伤疤，是认命还是选择面对人海中早已离沙，眼泪也曾划过脸颊，哽咽的声音变得沙哑，也要挣脱命运的枷锁，在坎坷我也不怕。你们还真是有点邪的，那可是我亲妈，下手这么狠。还有你、大晚上的点什么外卖？没办法，我家正在招待天武学院的考官，酒不够了。你以为我稀罕找你啊？为什么今年天武学院的选拔考试提前了？有人说魔武殿有死灰复燃的迹象，不会是真的吧？谁知道呢，现在确实有好多人都这么说。关于十年前那场大战，我还听过另一个版本啊，骷髅王战败，但是根本没死，魔武殿一直等待机会卷土重来。哦，天武学院今年忽然决定提前招生，难道真有什么事儿？说不定莱安镇真的有魔武间谍。哎，我这太平日子还没过够呢。这才对嘛。正所谓乱世出英雄，现在这个时代才是我的舞台。切。
你连换魂力都没有，还舞台？我怎么就和你这个废柴做了10年的兄弟啊？没有换魂力是没有任何可能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啊，这次考试是我唯一的机会，只要进了天武学院，就能成为被世人承认的幻魂师。你以为考试那么简单啊？我爹为了让我能考上，给我请了13个幻魂师补课，轮番轰炸。我是不懂我爹为什么非要把我送进天武学院，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。你多好啊！我娘一心只想让我帮她开酒馆，她要是能像你爹这样，请几个幻魂师教我，那说不定我也能行。楚小狗，你应该知道吧，天生没有幻魂力的你，无论怎么练都没有用。你以为能通过考试的都是些什么人？都是些幻魂力顶级的高手，而且每次考试，考生的死亡率都超过30%。像你这样的，确实送死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这是我实现梦想的唯一机会了呀！况且我也不是什么都不会。那，你看好了，哎，魂玉天发！虽然看过很多次，但是还是很搞笑啊！啊，这是什么人啊？这大半夜的，他们不会就是魔武间谍吧？白王金，我要去解救立业了！楚小狗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敢扔下老子，你给老子等着！这波刃真是有点邪的，这速度也太快了。这也就是小爷我从小在这无忧森林里玩大的道手。哎，不过我记得刚才好像是四个人影啊，难道这些家伙是在追什么人？跑了？糟糕，要赶快跟上。小爷我费了这么大劲，举报他们怎么也得让我免试入学天武学院吧。是往这边来的呀。什么鬼啊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邪的。哎，难道是魔武那帮人？抱歉打扰了，这么好兴致，是自知无路可逃，索性坐以待毙了吧。追了你这么久，该结束了。确实该结束了。作为猎物，你的表现值得称赞。哼，密探大人，你别搞错了，谁是猎物，谁是猎人，可不好说呀。什么？你们以为我把你们引到这儿，是为了什么？这家伙，难道？恭喜你，猜对了。可恶！住手！这什么玩意儿啊！我的陷阱！这是……救命啊！好险！什么人？必须干掉他！这家伙到底……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我应该做的。哼，你们这帮衰人还真有点邪的，大半夜穿成这个鬼样子，三个大老爷们追一个姑娘跑，一看就是魔武间谍。好家伙，还弄出这么些危险的机关来。这位小兄弟，谁给你小兄弟？少套近乎。不是，不是什么不是？你不是还是我不是？姑娘放心，这些人交给我，
喂，你们识相的就赶紧滚，别等小爷我出手啊。小兄弟，你真的呀？说话就说话，你别过来啊。告诉你，我已经通知了镇上的天武幻魂师了。什么？他们说话就到，再不滚你们小命不保。喂，我们就是什么就是？还真打算负隅顽抗是吗？不能让他出手。小心啊，幻魂力反噬了。队长，杀了他，不可伤平民的性命。姑娘，一会儿你看我眼色。好你们几个，还真想跟小爷玩点邪的，这是你们逼我出手的。小兄弟住手，听我说。魂玉天发，就是现在。姑娘，快跑。什么花妖？是啥呀？你迟到了，遇到了一点小麻烦，不过已经解决了。这也太邪了吧！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天武近日动向如何？莱安镇上突然增加了大批幻魂师戒备，看来是有什么大人物来了。这次考试天武很重视啊。兰若冰，你这次的任务就是参加这次天武考试。破坏考试吗？不，通过考试，潜伏，进一步寻找骷髅王大人的下落。黑月王大人可不会允许出现任何小麻烦了。天武可能已经注意到你了，乔装成男人风险会低一点，如果你暴露了，只能服毒自尽。不是这吗？难道说我就到这儿了？这件幻身斗篷是可以改变性别特征的幻器，便于你的伪装。最后我要再提醒你一次，一招入了魔武殿，生是魔武人，死是魔武鬼。我知道了。感到彷徨，未来会是怎样？